688页中间啊，今如且观现前六根为一为六，阿难，若言一者，耳何不见？目何不闻？头息不履，足息无语。啊，解释一下啊。今如且观，你现在好好的观照观照，现在的这个六根到底是说一，应该说一还是六，是一还是六呢？阿难，若言一，如果六根一定说它是一，那么我请问你，为什么耳朵不能代替眼睛的看？耳朵为什么看不能看？眼睛为什么不能像耳朵这样听闻？因为你说一嘛，一就是同一嘛，一就是耳朵跟眼睛是一样的嘛。但是目前看不是这样的吗？耳朵为何不能见呢？就像眼睛这样见呢，而眼睛却又没办法像耳朵这样闻声音呢？头 C 就是为何呢？履就是着地咯，走路呢？那么头部为什么不颠倒下来当脚在走路一样的呢？啊，那么足 C 无疑，这个脚为什么不会讲话呢？你不是讲六根都是一啊？底下啊，此下乃答阿难第二、第三两问：银河一六根中，只显一门深入；银河入一无妄，能令六根俱净？这个皆是一六情见未亡。这意思就是说，众生不是一就是六。其实是虚妄的东西呢，分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这直接一是情见，六还是情见呢？啊，绝对的东西没有一跟六啊。那么意思是用众生的观念啊，同一个本性化作六根啊，就变成这样子，不能彻底明了。所以佛令审观现前六根到底是一定一，或者是一定是六，此先以双针，哎，问两次，对吧？阿难的底下破记一是妄啊，你记一是不对的，所以说阿难啊，而告之曰：如果六根一定把它讲成一，那么这用应当是相同，因为是同一种东西嘛。那么我现在问你，耳朵为什么不能像眼睛的看？那么眼睛也没有办法像耳朵这样听闻声音，那么头为什么不会像脚这样着地来走路？那么脚为什么没有办法讲话语言？既不能互相为用，所以就知道记一则是不对的。689页，若此六根决定成六，如我今会一如宣扬微妙法门，如这六根谁来领受？阿难言：我用耳闻。佛言：如耳自闻，何关身口？口来问意，身其清晨。好，那现在就是一不对，前面讲那一段是一不对，现在讲六还是不对啊。如果说这个六根意思就是决定成六，就是这六根完全互不相干的意思，这重点在这个地方。前面说一不对，现在你讲六也不对。简单讲，这一段在讲你讲六不对，是因为它息息相关，不能说完全无关啊，也不能讲六。既然息息相关，就不能说六啊。如果说这个六根决定成为决定是六，决定六就是互相不通，一定是六。那么我现在啊，如我今会啊，我来跟你宣扬这个微妙法门，你的六根谁来领受呢？阿难说：我用耳闻。那佛就告
告诉他啊，因为你是六根吗？耳朵跟其他都没关系吗？啊，那么我用耳闻，那佛言，你的耳朵自闻呢、啊？那么跟身跟口有什么关系？你的口耳朵一听，嘴巴为什么来问意？而身体啊会起来清晨，还会起来顶礼佛祖，为什么？你不是讲六吗？六就是分开的，一定是六，可见它是息息相关的。讲六决定是六是不对的，因为它是相通的啊，要不然你耳朵闻跟身跟口有什么关系？但是不是耳朵一闻跟口跟身又有息息相关，所以还是不能讲六。前面记一是妄，现在记六还是妄，故破记六是妄。若此六根七体决定成六，也就是当用不相随啊。如我今会啊，以汝宣扬微妙法门，也就是指本经了义教法，如这六根随一根来领受。阿难答言，我用耳根呢、啊、来闻佛的妙教。佛言，如耳自闻，你的耳朵啊自己闻，何关身口之事啊？跟身跟口没什么相关啊，为什么现在啊看到口来问意，耳闻口来问意，就是耳朵跟口有关系啊？哎，升起来清晨顶礼佛祖，那么就是表示耳朵跟你的身体有关系啊，怎么会没关系？既是彼此互通啊，这之即六则亦非，是故应知非一中六啊，非六中一啊，中不如根，言一言六啊。是故应知，就世间人的角度来说，不是一，这个中就是毕竟啊，不是一就一定是六，既非是六中一，就是非六中一啊，就是如果不是六，那么毕竟是一。所以非一中六，非六中一的意思就是说，从就世间人的角度来讲，如果不是讲一，不是一，那么就一定是六，那么如果不是六，那一定是一。总不能说你的根是本来啊，原本来是一啊，也是六，本来是一也是六，就乱了。所以是一六二即俱妄之故，此成上意，因此非一则中六，中之就是毕竟，既非是一则毕竟是六，自当用不相随啊，意思就是不会有互通的关系啊。那么为什么耳闻佛法，口却来问意啊？底下既非是六则毕竟是一啊，自当用乃相通啊。啊，何以耳不能见，目不能闻，说一也不对。所以中不应言，你的六根本来是一，又本来是六啊，言就是言就是本意，所以一六其实是妄，妄本来就是空无自性，所以啊，佛这心性里面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了，没有数量，已过量，超数量，就是这个道理。六百九十页经文，阿难当知，是根非一非六，由无始来颠倒轮替，故以言战一六一生，如须陀丸虽得六消啊，犹未亡矣。说阿难，你应当知道，这个根呢，讲一是不对的，讲六也是不对，因为你无始来颠倒轮替啊，啊，所以在圆满湛然没有一六当中啊，而产生了一六一生。故于圆湛，圆湛就是圆满光明的本性啊，这是绝对，绝对哪有一跟六啊？就像虚空，那到底多少？对不对？所以啊，因为颠倒轮替，所以在圆湛当中产生了一六一生，这个就是妄动以后啊，就变成有数目字了。啊，女须陀环正出国，虽得六消啊，六消的意思就是说啊。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能够把它消亡，
就是六尘已脱的意思，六消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已经脱离了，不会被他迷惑了，犹未亡一呀 啊， 啊！但是呢，这个根啊结的这个前提呀、啊，这体性啊啊还没有办法全部消，意思就是还有只有一个涅槃呢，嗯，犹未亡一啊。虽得外面的这个六尘之脱啊，啊，这是叫六消啊，但是呢，仍只有一个涅槃，执着有一个涅槃，这个一还是没有放下。这涅槃就没有数量，涅槃就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了。六九零第三行，此根既不可说是一是六，又不可说非一非六，其何故也？当这是根。未结以前本来就没有数量，所以叫做非一非六，正由非一非六，所以不许说一说六，由无始来从真起妄，一或造业是谓之颠倒，一业受报是谓之轮替，轮逆苦海，生死交替，生而死，死而生，交替不已，既有受生则有六根，故以圆满湛然常无一六性中，而有一六一生，言一一清明分为六合合，又不能说非一非六，故须陀丸为阿难以证出果之人，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故也。虽得六消，虽这个观这个虽字两个字啊，虽得啊两个字啊，但是六用不行，哎，六尘脱离啊，六用不行，就是六根的不会攀岩外在的六尘，叫做六用不行啊。啊，六尘呢、啊、能够脱离了哈，但是不是根结之体全消，故也犹未亡一啊啊！以孤山法师是啊，还只有一个涅槃，涅槃是一，那这个是一还是不对？啊，佛的这底下这一段比喻、啊、就比喻的非常好，如太虚空参合勤气啊，由气行意名之意空啊。除气观空说空为一啊啊，这个文字很简单了 啊， 就像太虚空参合勤气，哎呦，拿一些圆的四方形的三角形的啊，哎，来装这个太虚空啊，装到圆的时候，太虚空是圆的，装到四方形是太虚空是四方的，装到三角形说太虚空是三角形的啊，就是参合勤气啊，各种形状由气形意啊，圆形的、三角形的、长方形的，通通大的、小的、长短、方圆都不一定，由气形意，由气气啊，有长的气气、短的气气、方的气气、圆的气、大的小、大气气、小气气，这一装，哎、啊，名之一空，空其实是一啦，但是一也是不对啊，啊，是除气观空说一啊，啊，除气。这个长短方圆大小各种气气我们才讲一啊，啊没有气气空讲一也不对啊，空是绝对存在啊，对不对？这个答案还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心性里面呢、啊、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六根呢、啊，啊也没有所谓一跟六啊，哎，心性里面没有这个啊，那我们解六劫啊，啊说业三空啊，其实六劫不存在，三空也不存在啊，本来就是绝对的真如，所以在法上又必须在向上说，看看能不能切入不生不灭的本性，但是一直在向上打转就名为向说，与本性无关，所以说法不以相应第一义谛的不明佛说啊，任何一个法师所讲的法都必须以第一义谛究竟涅槃实相第一义谛相应，若不如此说不明佛说，名为相说，就是啊，这个法师啊，就怎么讲呀、啊？就是善巧方便呢、啊，给，因为他跟第一谛完全不相应，啊，六百九十一页啊，注释：此以一名上四句，比喻从一成六；底下二句喻，比喻说除六说一呀、啊，所以六是方便说，一还是方便说。虚空比圆湛之性，勤气比六根之相，太虚空本来就无相，不可说同。不可，所以就像我们的真如，哎，真如本不可说吧？说通不对，所以不对。以参合勤气之中，由气之行，有长
短、方、圆、大、小六种之意象嘛，空也随气而立名嘛。哦，长的叫长空，短的叫短空，方的方空，圆的圆空，大的大空，小的小空，六种意象空也是随气而立名嘛。啊，立出方空、圆空等等意名嘛。那么虚空，虽然随缘现象啊，体本不变呐、啊。啊，那么除气，除意气之行，以观空，说空为一啊。啊，那么一则同也，不仅说意是妄，说同还是何尝是真？意气就是多余的东西，哎，多余的东西乃对意啊立同啊，就像底下啊的句颂讲，言妄显诸真啊，妄真同二妄啊。啊，我们讲妄是啊为了显这个真性，如果你找一个身境啊就不对，所以啊连这个真性也要放，叫妄真同二妄。所以你只要知道这个楞严经的思想，那你就知道任何事情都狂妄不得。如果一个法师说我很有修行，讲这句话，这个法师什么没修行，因为本来就没有东西，你修什么行？好，还要给你一个我很有修行，还要加一个很有修行，妙性本来就天然就具足了，还修什么呢？是不是？所以你讲很有修行，就是表示你没什么修行啊。说、哦、我开悟了，值得骄傲了，值得否定别人了，那你这个开悟是假的。为什么？那你还有还有没有啊？否定别人还有肯定自己，肯定跟否定是相对的。如果真悟，那就绝对不会否定别人，也不会一直肯定自己。为什么？没有否定跟肯定啊，大悟的人哪有这个东西？所以你有这个楞严经的绝对的思想，你绝对不会现在这个末法的乱象所迷惑。哦，那个说他很有修行就跟着跑了，那个说没有修行你就看瞧不起他，你不会这样。哎，691页，彼太虚空银河为汝，成同不同，何况更名是一非一啊。彼太虚空银河为汝，把它说成同或者是不同，太虚空需要你这样用加上种种的语言去表达吗？太虚空是绝对，绝对就是没有语言，你讲同是头上安头，讲不同还是头上安头啊。更何况更名是一非一，哪有一还有非一的呀？这个比也，同意跟真体无干。我们的真如自性也是跟六根、六尘、六识、一十八界完全无干。悟了全体即是，迷了根尘是全部都忘。这比太虚空除气时观同，是以参气时观不同，是是意是非一。安气除气与虚空无关，所以说银河未汝成同不同，如是则见同见异啊，啊，一属于妄见，异就是不同，一属于妄见，更何况跟安立啊名言是一非一，岂不妄上加妄呢？则如了之六受用根亦复如是，这个是法合。那么这个了了常知六受用根呢、啊，亦复如上面所立的比喻，根中圆湛不生灭性和太虚空比喻，根性本没有一跟六啊，这个意思就是啊，和虚空本来就无同无异啊。有节制停滞打结了为根呢、啊，节制为根呢、啊。就是说你看什么东西听什么通通是不舒服不愉快，烦恼就生，就打结了啊。结就是烦恼的别名啊，啊，这卡住的意思了。因根异故啊，啊，说这说性为六啊，啊，这眼根有眼性啊，耳根闻性啊，对不对？有六种性啊，和参合了情趣，乃名异空，来比喻解除了根结，说性为一啊，这个意思是说除去观空说空为一，翻过来692页，为空说空为一来比喻，当知智根，智就是不同，你只要有分别心六根就不同，你只要有执着的心六根就不同。
是当知自根所性为六故妄。如果你一定要从本性的角度说，有六个啊，有六个，哎，当然是妄了。这时候，所以说啊，当知自根所性为六故妄。如果说，哎呀，这个单单在六根来讲的根性来讲，说六是不对的。如果把这个根呢、啊、解掉了，如果解这个根，有一个本性说它是一，以复非真，意思就是性是绝对没有一跟六。哎，其原湛之性为如乘一乘六，这个就是数学一样。所以世间的数学，你永远没有办法进入绝对。比如说零，由零产生一，或者是 minus 一，哎，所以这个零就是观念。所以数学家、科学家如果不了解零这个 zero， 它是一种 incast 假设的。不存在的，那么由零或者由一来演化出来的种种的数目字就无量无边呢、啊、所以通通叫做数字游戏啊，通通叫做数字游戏。所以佛陀说，不管你用什么意识心，那个通通叫做所谓的知识。那么知识是生存的条件，我们不是说知识不好，可是这个是活下来的条件，需要靠知识。比如说你到丛林，你要有丛林的知识，对不对？你要煮饭，有煮饭的知识，是不是？开车有开车的知识，这个好事，但是这个跟解脱没关系，跟解脱没关系。知识是存活在啊我们的生命法里面必要的、重要的引导跟观念啊，是经验，但是佛法不是这样子，佛法在经验里面还有契入第一地，也许是无话可说，没有能所的对立啊。底下的何比太虚空，银河为汝成同不同？哎，所以啊，亦复非真，其圆湛之性为汝乘一乘六呢？这个圆满湛然之性啊，不能讲一跟六、啊。就等于说太虚空银河被你讲成同跟不同啊，根性一六即不可说，岂可更说非一非六啊？意思就是虚空无言啊，我们给他安个虚空，也是你跟他安的这个名词、啊、道本无言啊，道本无形，智慧心即是啊。所以啊，大道本来就无可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本身你说不得，哎，名可名，非常名，也不能安上任何的名。是岂可更说非一非六啊？何就是何况更名是一非一来比喻？692页中间经文有明暗等两种。相形以妙缘中捻沾发见，见经映色，结色成根，根缘目为清净四大，一名缘体如葡萄朵，福根四成，留意本色。解释一下这一段呢、啊，对初学佛法来讲难，听不太懂。由明跟暗的外面啊的尘两种互相形显啊。第一段是见经啊，讨论眼睛啊，发为见经啊。由明暗两种互相形显，以妙觉圆湛性中捻沾发见，捻沾发见就是被捻的一层。由明暗产生的烦恼无明，或者是讲观念卡住了，而无量劫来一直存在，叫做捻沾发见。意思就是说，湛然的清净本性被黏住了，盖上一层之见，而发见这个就变成妄见了，
发出来的就变成妄，变成精啊啊见精了。见精带有少分的妄，叫做见精呢，是连沾发见，就是变成带有少分的妄的见精了，叫做连沾。啊，清净的自性被黏住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啊、用一个比喻，就是戴一个太阳眼镜，黏沾发见，就你的眼镜好好的啊，诸位，你的像眼睛好好的，哇，看出去的时候，哦，你看非常的清楚，啊，眼睛好好的。我如果是这个是很深的太阳眼镜啊，我一戴，当我戴上太阳眼镜的时候，看这个世间不一样了。龙哦哦，龙哦，脸沾发见就是这个道理。戴上一层无名的之见，脸沾发见就是这个道理。由无量劫来，明跟暗互相行显，在缘劫啊，在这个妙劫缘暂性中，脸沾发见，见经映射啊，这个见经映射结射成根，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生意根，就是神经系统啊。哎，这个见经啊，映这个色，结这个色就成根。此根呢，言目为啊，此根言为啊，浮尘根的根本。诸位，有的讲净色根、浮尘根，有的讲生意根跟浮尘根。是一样的，圣意根就是净色根呐、啊，圣意根就是净，就是类似神经系统，但是它不是神经系统，啊，所以见经映色，结色就成根了。这个见经啊啊，由明暗黏住湛蓝的本体，哎，现在出来看这个见经啊就不一样了，见经。就是带有少分妄的映出这个映射了啊，结色成根，结成四大染，这个四大成根呢、啊，此根言目为清净四大，哎，清净四大。那么这个清净四大，这个不是我们一般凡夫所能理解的，是极微细啊。啊，是我们凡夫不能见清净四大啊，因明言体，这个体就是浮尘根，明这个言就在这里就讲肉眼，清净四大尘根那个叫做圣意根、净色根，现在讲的叫做浮尘根，因明言体，因明言体啊，就一因明就是一。净，这个圣意根，依圣意根而变成了肉眼体，就是浮尘根。如葡萄朵，这个朵就是一粒两粒的粒，葡萄粒啊，就是简单讲就是眼珠子了，就像啊葡萄啊这个颗粒啊，就像我们的眼珠子啊，这个浮尘根就是肉眼呐 啊，这个浮尘根乃是。啊，四尘啊，色香味触啊，这是四尘所成，留意奔色，留意奔色，就是说往外一直攀岩，奔外面的色尘。那么整句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再解释一下？由明跟暗等两种互相行显，在妙劫的延暂性当中，黏住了光明的本体。发为见经，而这个见经应这个色，结色成根，这个根就是净色根，它是四大清净四大地水火风所构成的，我们称为圣意根或者是净色根。先讲神经系统，底下就变成肉眼，浮尘根就是肉眼，所以因为这因就是依靠，因为有圣意根而明这个肉眼的浮尘根，也是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浮尘根是建立在圣意根
的基础，是因为有圣依根而成为浮尘根，就是因名缘体，它的形状就像葡萄一粒一粒啊，浮尘根似尘奔逸啊，就是色香味触啊，流溢奔色啊所成，这个似尘所成就，哎，就是色香味触所成。好，把笔放下来啊，我现在看你啊，这个是整体性的观念，眼耳鼻舌身意都是这样子的。好，第一个左边这个表示真如自性，我们的清净自性啊，由外面的明跟暗一刹那之间，这刹那之间投射进来，立刻发生了无明的之见。简单讲，真如自性这样清清净净的就被盖上一层，叫做见经，盖上一层叫做见经。所以诸位，真如自性第一步，因为明暗黏住了，叫做见经。真如自性再来就是见经，见经本来是一，好，分成眼见经、闻经、嗅经、肠经、触经、知经，见闻嗅肠啊触知，变成六经，也是一经名。这个一经名带有少分妄的见经，见经又分六个，眼耳鼻舌身意。好，这个眼睛对外层明跟暗，这个眼睛又分两个，内叫做净色根，现在这个叫眼睛，这个叫做净色根、圣意根，这个叫做浮尘根。可是这个两个是同时依靠的，有眼睛就有眼睛神经系统，有耳根就有耳根神经系统，就是这样子啊。再来，再来就面对外层了，外面层、外层。好，那它的次序就是这样子。上面讲上面，在无量劫来，明暗投射真如变成见经，见经啊变成六经，六经染四大地水火风啊，变成圣意根跟浮尘根，圣意根浮尘根往外一直攀岩，明暗动静六根开始一直攀岩往外，一直往外，就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它这个次第的转变就是真如见经，见经分六经，六经跟四大融合，四大融合变成圣意根跟浮尘根，圣意根跟浮尘根在往外攀岩，种种的沉浸就是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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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转变，这样听得懂吗？哦，就很清楚了，非常清楚了啊！就真如自性化作一念的见经啊，就是啊一经名啊，带有少分的妄，再来就化作六经，这六经染四大地水火风，转换成净色根、生意根，就是浮尘根了、啊、哈。净色根或者是生意根的浮尘根啊，那六根就往外一直攀岩，一直攀岩，一放难说，说不回来。说不回来，好、哦，这个转换他就是在解释这个啊，应该听得懂了，应该听得懂了。所以你现在出来的没有明心见性，你用出来的通通叫做妄见。除了佛的眼睛指心灵真如开发出来，只有是全世界只有佛的心没有生病，带有少分的妄的无明。菩萨通通叫做生病，所以简单讲，世间唯有一个人的心是健康的，就是佛陀。
所有的众生的心通通生病，有的大病，有的中病，有的小病，就是这样子。好，看注解，说持名乃成皆根呢，也就是名成六之有。为什么成为六根？它的缘由，前面四句出尘见经，与一根当中有三种差别：一就见经，二胜一根，三浮尘根。师父刚刚已经讲了啊，这见经、胜一根、浮尘根同时存在。那么浮尘根就是我们所讲的肉，肉眼可以分辨的。胜一根记得是四大所构成的。见经是带有少分的妄，这个妄除掉就变成真如，所以一层一层了解浮尘根最外，胜一根再往内，这见经更往内，最后就见到真如。这见经就是带有少分妄的真如，叫做见经啊。那么六经其实也是一经，那一经就是带有少分的妄啊。其余五根同时为以见经见字，换成闻经、嗅经、尝经、觉经、知经啊。此这个觉经就是触了啊。那么此推眼根之由，乃由明暗灯两种色尘互相行嫌，以妙觉延瞻性中，此性就是真性。圆满湛然，由此明暗二尘相引，当知明暗之相，因无明妄动，将妙明真空变成晦昧空，如日被云遮住了。虽暗不是前暗，明暗掺杂，就像我们戴太阳眼镜，通通暗吗？也看得到，但是是不是真的那个亮度就不对，已经戴着太阳眼镜了。明暗掺杂是为晦昧啊，也就是真妄合合，由捻起湛然之体发为见经，属于八识见分呢。八识见分啊，那么每一识都有四分：相分、见分、自证分啊，正自证分。八识也是一样，八识的见分啊，也是四分里面的见分。见经应摄，结摄成根啊。此四句是成圣意根，由此见经对应摄成啊，所以南起啊，直起摄成四大是吧？结外摄而成内四大之圣意根，所以我们现在的神经系统其实就是地水火风构成的。根源木为清净四大，此根为浮尘根之本源啊，意思就是说这个肉眼肉耳，再更近一点，里面一定有掺杂神经系统，要不然怎么看怎么听啊？啊，对不对？视神经啊，耳目神经啊等等，此根为浮尘根之本源，名为清净四大所成。以其相虽属四大，但极微细，圣眼天眼方能见之，常眼是看不到的。693页第五行，因为名，一名眼体如葡萄朵，此四句成浮尘根。哎，浮尘根就是肉眼呢，就这么简单呢。啊，尘浮以外呢，啊，那么一因则一也，以胜一根而成浮尘根，名为肉眼之体。简单讲就是肉眼呢。啊，你单单有肉眼，没有胜一根。是不可能的啊！有剩一根，它就有肉眼，这是一体两面的形状，就像葡萄朵，也就是眼珠子。这个浮尘根乃是四尘啊所成，实则浮尘根跟剩一根两根，皆是地水火风大四大以及色香味触四尘八法所成。这个要稍微背一下啊！你讲到八法，不是别的，地水火风色香味触。这个都是有形状的，有基本元素的。
金圣义但言四大，浮尘但言四尘，是彼此互影。互影就是其实都存在的意思。留意奔摄者以浮尘继承众生，既见以眼见经脱根而出，所有的众生就是用眼睛看了，这见经就依附在你的眼根而出。日与色尘相对，整天跟色尘相对，根性跑掉了，根性就随着尘了转动了，跟随转就是完全迷惑颠倒了，停不住了啊！根性那个不生不灭的根性转换成生命的，拼了老命也要追出外境，形色流转啊，众意啊，无度啊。所以这个世间的哪一个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就一直讲说，全世界啊，只有佛陀讲真话，一切众生呢都讲假话，讲好听话啊，只有佛陀讲真话。哦，佛的这个色身就是不净，世间就是苦，无乐可言，万法就是空，真相就是无我，只有佛陀讲真话。哎，那么讲真话，我们就不会形色流转，众意无度啊！啊，每天奔驰于色尘之境，根为尘局，根被外尘所局限啊。为什么眼睛啊明暗把它框住了，耳朵动静框住了，就不能超越外在的色尘。至此以耳等诸根永成相悖啊，前面由气行意名字一空，这个就是意词流意奔摄宝镜力三种比喻。哇，这比喻非常的好啊。往外讲到流字，奔流的流，哦，流如怒涛之覆祸啊，祸就是地发的地方啊，怒涛的大海浪来啊，滔滔大浪来往最底下的冲，简单讲就是控制不住了。流内心里面往外奔流，如怒涛之覆祸，就是大的海水浪往低处，那就更强了。那么意是什么？如同纵火之烧山，失控了啊。这个现在啊啊，气象啊啊异常，不是水太多，要不然就是沙漠干枯没有水，声音现象反声音现象都存在啊。南北两极的冰帽一直融化，地球的气温因为 CO2 的关系一直上扬，那现在就是这样子，一碰到啊干燥的森林，一打雷，哦，立刻就着火了，或者温度过高也自动着起火，所以意若纵火之烧山了。那奔呢，就像骏马之驰波，骏马一跑，哇，不可遏制。这个都是表示一切众生在追求这个欲望，是名也好，是利也好，是色也好，名利色，或者是啊，这个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等等，其顺而莫恶之事如此。若以消沉解结啊，非有截流之机啊，其何以治之者哉？诸位，那你就知道这个修行有多难。世间人没有碰到佛法，他怎么会知道还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如来藏性？他怎么会理解？谁会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陀的德性，谁会告诉我们？没有。所以全世界差不多都是爱跟恨在交织，每天财色名食睡啊，唱歌可以唱整晚的，赌博可以赌七天七夜的，这个造业力啊，用这个造恶业的力道来修行，
不得了，大家都成佛。所以新闻报道有一个去 KTV 啊，租了个 KTV， 唱了几天，唱了五十几天，五六十天，唱歌唱五十几天，按怎唱？叫做接力唱。哎，我这一批唱完了，没有关门的哦。这批唱完了，再接下来自己的这批回去休息，回去再继续来唱，再唱唱五六十人，几乎没有休息，没有关门 KTV。哎，五十天以后结账，讲几百万呢？就是要喝这个，要喝这个，然后要吃这个，要吃这个。唱歌唱几百万，对吧？啊，这一百万如果拿来印楞严经，这功德还得了？可是众生他就是不会这样子，所以只要你这一辈子没有碰到正法，你几乎一个人都别想解脱，根本就不可能了。谁会知道说我们有啊日中于经济的人，对不对？打开电视每天看那个股票动荡高低高低，对不对？喜欢政治的人看那个政论的，看到不吃饭，边看边骂。所以这一切众生啊，哈，如果没有碰到这个佛法，碰到这个佛法，你还要碰到正，要碰到邪，你就麻烦了，人家就会利用你了。所以啊，这个世间呢、啊，只要有一年碰到佛法的，师父都非常珍惜，乃至说啊，他的大殿呢、啊，啊，一头足一几里啊，啊，一顶礼啊，我们都非常的赞叹，因为真是太难了啊！所以他一讲佛门要火顶是金冠啊，要进来这个门道实在是太难了，太难了。所以只要跨进来的一步的众生，男众女众啊，男女老幼，我们都如此的赞叹，随喜随喜啊！是流如怒涛之覆祸啊！亦如纵火之烧山呐、啊，奔如游奔游骏马之奔之驰波啊，其顺而莫遏之势如此。若以消沉解决，非有截流之机，其何以治之哉？这句话就是，那么我请问你，这个世间的哪一个人可以控制财色名食睡的追求？哪一个有办法？没有，零了，零了，一个钱财就。哎，都高十几个啊！第二个色就都高十九点九啊，名啊就高十九点九九九啊，就唔免阁讨论啦，都一个背起来，对不对？没有，何况说正出果阿罗汉，那就更不用讲。那出果阿罗汉离佛还很遥远呢，那你就知道成佛有多困难。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值得我们如此的顶礼崇拜，如此的赞叹，实在是大雄啊！啊，忍人所不能忍，啊，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就是世尊，就我们的教主，是不是？我们呢，以前呢，念书的时候啊，啊，高中的时候，套用高中一句话，我们进高中的时候，开学的第一天就看到好大的字，今日我以建中为荣，然后左边那楼梯爬上去的时候，来日建中以我为荣。哦，那今天我们这一句就要改成这样子，今日我以佛陀为荣，来日佛陀以我为荣，要改成这样子了。以下有动静等二种相即，于妙言中念赞发听，听经应声，卷身成根，根言目为清净四大，一明而体如新检业，福根四成留意根深，哎，啊，那么第一段讲得很详细，第二段就是答案都是一样的，呀、啊，第一段是讲发为文经了，啊，由动静等两种相即，以妙言中念瞻发听，这个就是由真如转换成文经，啊，文经就带有少妄的。真如啊，这个听经啊，应声，因为需要声音嘛、啊，
啊，然后卷啊，卷就是卷卷，跟提手旁那个卷是一样嘛，卷生成根，哎，卷生成根。啊，那么根减生成根，根源木为清净四大啊，清净四大，这个就是圣意根，正意根。那么因名而体，这因名肉耳之体啊，啊，那么依圣意根而有这个耳根呢、啊，如心卷叶啊，我们的耳朵是卷起来，心卷叶福根。乃是四成留意奔身啊，留意奔身啊，嗯，这个见经讨论完了，就讨论文经啊。此推耳根之由，乃是由动静两种生成互相供给，供给就是啊，由动起在静，由静起在动，以动即静，则静往，有声音的时候就不叫做静。以静即动，则动亡啊！万法即赖无声，这个是静，那么动就不存在。哎，动就是有声音呢、啊。在妙觉圆湛性中引起湛然之体，发为文经，此事即成文经也。文经对应生成卷，就是卷收收摄也。啊，卷生成根。此根为浮尘根之根源，哎，这是浮尘根的根源。那名为清净四大，其相非常的微细。此四际卷外生而成内四大，内四大就本来就没有内外了。诸位，你今天火化以后，把那个骨灰撒在海滩上啊，你怎么知道是里面的骨灰还是沙滩的沙？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的，所以很多人呢、啊，现在举行这个树葬，哎，很好，环保，火化以后啊，哎，这些元素啊，给树回归到大地，嗯，这种观念还不错，啊，但是我们呢、啊，台湾呢、啊，很多人都是慎终追远了、啊、哈，中国人也是这样子啊，所以慎终追远呢、啊，就变成我们的习惯，啊，因此啊，很多的纳骨塔啊，就变成存在了。哎，而成内四大圣意耳根啊，圣意耳根啊，这因名而体四际成浮尘根，因则是一，此根依圣意根而成，名为肉耳之体，如心间合一之形，是浮尘，此浮根之四成所成与四大互迎同前说，此根形成流转，终日留意。啊，奔逐一生成之境，所以在座诸位啊，没有几个人呢、啊、能够抗拒啊那个音乐的，音乐的啊，不管你到深山里面呐、啊，这些亚马逊河啊，哎，他们呢自己编，到非洲去呀、啊，没有人教他音乐，他也会自己唱歌，啊，这唱歌啊，有时候唱的、啊、哎好听不好听，人就是个本能，你小朋友啊也自己也会唱歌。哎，小朋友躺在哎摇篮上，那、啊、他也会自己唱歌。两岁、三岁，他就自己会唱，还自己会编哦，还自己会编哦，真的。那、啊、所以无量劫来，我们就对这个生成啊不陌生了、啊，所以自己就会编歌啊。那么这个歌啊，一听啊迷了啊，伤心有伤心的歌，哎，那么壮烈有壮烈的歌啊，像你去唱军歌。哦，那就很雄壮啊，气昂昂了、啊，军歌啊，对不对？那你如果是看那个唱那个失恋的歌，那就啊很忧愁了啊，所以这个很多了啊，所以歌啊随着情绪啊作曲家而不一样，所以一般人啊对这个唱歌都非常有兴趣啊，有的是音痴，怎么唱怎么不行，哎哎，伊都慢开嘴，伊那开嘴吼，伊那宝宝都靠个拢袂掂。哎、有一个妈妈，她就这样很喜欢唱，一唱歌，她的宝宝就是一直哭，一直哭。哎，她又很喜欢唱歌，宝宝一直哭，她也不管，她就一直唱。哎，她的音声是宝宝的梦魇呢、啊。
哎，发为底下啊，底下是秀经，由通塞等两种相发，以妙缘中粘赞发秀，秀经应香，纳香成根，根源目为清净四大，一名鼻体如双垂爪，福根世称留意奔香啊，这由通，通就不是塞啊，塞就不是通啊，但两种啊啊怎么样？哎，这个相成，来互相来显发，两种相发就是啊，鼻子是对香嘛啊，这两种相成呢、啊，互相来显发，在妙缘中粘赞发秀，这真如自性被粘住了。变成了一精明了啊，这个一精明啊，秀精啊应香对外层那吸起来纳香成根了、啊、因为它需要这个味道，就纳这个味道变成自己的根啊，是根源啊，这是根源，就是这个是浮尘根的根本了 啊， 所以啊纳香成根就是成为圣意根啊，那么根源啊这个就成为浮尘根的根本，名为清净四大，是怎么来的呢？是由地水火风维系四大所构成的啊。这一名鼻体，因为有圣意根，所以才有浮尘根啊。是因圣意根而名有肉鼻之体，所以就像双锤、哦、我们这个鼻子就像这样。哎，佛还真厉害，还鼻翼的很好。下垂的爪子还双垂爪，有时候看到这个经典，这佛还是真厉害，要不然这不晓得这鼻子不晓得怎么形容，好像啊下垂的双爪，哎呀，真的很像啊。是福根乃是世尘啊，留意奔香，我们这个鼻子啊是很灵敏的，尤其狗的鼻子特别厉害，695。此推鼻根之由，乃是由通塞等两种相成，互相显发，因通显其非塞，因塞显其非通，以妙觉圆湛性中粘其湛然之体，发为秀经，此四季出成秀经也。这个秀经对应相成，那就是吸取相成根，根源名为清净四大，其相即为维系，这个世纪是纳外香变成了内四大圣意鼻根。其实啊，我们的内跟外其实是一体的，都是元素嘛。一名鼻体世纪成浮尘根，因着一也，此根依圣意根而成，所以圣意根类似神经系统啊，但是不是神经系统，名为啊肉鼻之体，如双爪下垂之形，是福根之四成所成。以上面四大互言，终日留意奔逐于相成之境。那么这个前面讲了三个，后面就好解释了。底下就化为常经，由田变等两种相参，于妙缘中粘赞发常，常经应为脚位成根，根源目为清净四大，因名实体，如出眼业，福根四成，留意奔味。啊，解释一下，由甜就是没有味道，便不是苦啊，就是甘啊。我们苦气甜就来，甜来苦就去，哎，对不对？苦来甜就去，就这样啊。变就是一下变甜，一下变苦啊，味道有变嘛。那么甜就是没有什么味道。由平淡的味道就是甜，由甜变等两种啊，互相参对，以妙缘中粘赞发常，常经应味，就是为了要品尝这个味道，这脚味成根呢 啊脚味就是旋曲外面的味，对吧？变成我们的内四大的啊这个舌根啊，那么这个神经系统啊，圣意根啊。根源就是这个圣意根，是
我们的浮尘根的根本名为清净四大，这四大只有圣人看得到清楚，凡夫没办法。那么因为有圣一根而有浮尘根的肉舌体，就像粗眼叶，我们啊这个舌头像叶亮，是不是啊？眼叶就是半弦叶，就是粗形之叶，其形状啊像倒钩一样，如粗眼叶，浮根四尘留以本位啊，此推舌根之有，乃由恬变等，恬就是指啊恬然无味，变就是变迁，有味道变来变去，所以恬然无味，一个是变是指变迁，两种妄尘，一个有味道，一个没有味道，互相参对，对恬之变啊，对变之恬，一妙觉圆湛性中啊，那么年因湛然之体化为常经，此四纪出尘常经，常经应对未成脚未成根，根也名为清净四大，此四纪脚外位而成内四大，圣意就是舌根的，因名舌体四纪成浮尘根，此根依圣意根而成，名为肉舌之体，如出眼叶之形，舌像圆形，同叶出之叶，同叶出之叶，半个圆形。此浮根也是四大四尘，八法就是四大加四尘，这地水火风加四尘，色香味触，色香味啊，色身啊，色香味触。合成单言四尘，以上面的圣意根四大相啊互迎耳，意思就是相互啊一言存在，终日留意啊奔逐于未成之境，这个啊味道啊喜欢呢吃啊，在台湾的这个小吃的，到夜市去看你就知道这个舌根引导出来的，有多少人能够在这个舌根能够觉悟，很难。696由离合等二种相谋于妙缘中捻沾发解，结晶应处还处成根，更言目为清净四大，一名身体如腰骨散，浮根四尘留意奔处，那么处离就触不到，合就接触得到，由离跟合等两种相谋的交际于妙缘中捻沾发结，这个结就是触结了，结晶应处啊，团处成根，这个就是只剩一根了，结晶团处团啊，结晶应处团处成根，这个是指成了圣意根了 那么根源木为，那么这个圣意根是为浮尘根的根本，名为清净四大，它是清净四大所构成的。那么一名身体如腰骨散，腰骨散啊，就是第一个那个骨啊，就是我们打鼓的鼓，散的是体内中空的部分，叫做散。体内有中空部分，就是打鼓的话，中间一定是空的嘛，中间一定是空的嘛，腰骨，我们这个色身就是这样，中间呢腰啊是细的，对不对啊？我们呢上下这个腰骨啊，就是以前的，你看看这个电视啊，这个骨啊，有的骨的腰是细的，有的骨的腰是圆形的，对不对？那么骨这个腰啊是细骨啊。细腰骨那我们呢，你看台湾这个骨啊，看到的中间都是圆的，可是大陆的你看到很多，这中间是这个骨的腰，它是中间是细的节庆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色身也是这样，但是有的人啊这个腰啊是圆的，
啊，有的腰是细的，所以这个不一定是腰骨赏，也不能形容所有的众生，只要知道说啊，这个是指身体的，要不然不一定啊。有的人的腰粗到吓死人了，怎么会腰骨赏？一点都不像腰骨赏，对不对？如腰骨赏啊，所以这个像骨啊，中间的啊赏就中空部分，那么福根四层呢、啊，留意奔处啊，底下。此对生根之有啊，乃是由离合等，生根由离之啊合之，哎，有时候离，有时候合，两种妄尘相磨交际，以妙觉圆湛性中捻起湛蓝之体，化为结晶。此四季出成结晶，应结晶应处团取促成，已成圣意生根。根年二字以能为浮尘根之源，名为清净四大，其相即维系一名身体世界啊，成浮尘根。此根依圣意根而成，名为肉身之体，如腰骨赏，就像打鼓啊，中空的部分，那是腰骨赏之形状。那么腰骨啊，俗名叫做脏骨，腰是细，以皮革满，满就是包住啊，满就是包住啊，满起两头。这个我们台湾都看过啊，你的日本啊有脊骨啊，韩国有脊骨啊，台湾的骨就更多了，状如人参啊，赏骨腔也，腔就是中空的部分，赏就是骨腔也，骨的中空部分，我们这个色身中间就是空的，福根也就是四大四成八法所成，终日留意啊，奔足以促成之境啊。697最后一个发为知经，由生灭两种相续于妙缘中捻湛发之，知经应法难法成根，根源目为清净四大，一名意思如优势见福根四层留意奔法。解释一下，由这个生成还有灭成两种，也落入影像，不是生就是灭嘛，啊，两种相续在妙缘当中粘湛发之，粘住的真如发出来的知就不是真知，所以这一段由生灭等两种相续于妙缘中粘湛发之，这段是讲发为知经，知经应法难法成根啊，这一段根源目为清净四大，这一段是指讲圣意根。一名意识啊，一名意识，这个意识因为它在人的身体的中心啊，那指心脏啊，这不可见，所以用识字啊，一名意识啊，因为意根在内啊，就像人啊在幽识当中啊见物，意根啊内造法尘啊，所以啊也是这样子，是吧，是一名意识，哎，意识如幽识见浮尘根啊，福根四层留意啊奔法，当然方便说是我们的肉团心，就是心脏啦。此推一根之由，乃由生灭等两种妄尘，生而即以灭，接下来就是灭，灭复即以生，接着就生，生灭相续以妙觉圆湛性中捻起湛蓝之体，化为知经，是此四季称为知经。知经应对法尘，落下的影子叫做法尘，燃起法尘已成圣意一根，根源为浮尘之根本，名为清净四大，其相即为系，因名意识，是即成浮尘根，不因意体而言意识，以意之浮啊浮尘根即肉团心。故三法师啊，引正法念经，状如莲花，我们的心脏状如莲花啊，可是倒盖的哈、啊，昼夜啊，昼开夜合，在人生当中不可见，所以用思以明有思量之处，也就是一根所在。如幽识见者，一根在内，如人在幽识中见物，一根内造法尘啊，亦复如是，福根四层同上，且终日留意。奔足于法尘之境，上面啊上乃别名，下则啊总结。好，现在把笔拿起来。
把笔拿起来翻回来啊，692页，把笔拿起来，我叫你写你就这样写。有明暗等两种相形于妙言中捻沾发见，在旁边写发为见经，发为见经，见经映射结色成根，根言目为清净四大，然后旁边写成这四句，这几句成胜一根。一名言体如葡萄朵，浮成四浮根四成，留意奔色，旁边写成浮成根，浮成根。好，693页最后一行，由动静等二种相集于妙言中捻沾发听，旁边写四个字发为文经，这四段就是讲发为文经。由动静等两种相集于妙言中捻沾发听，这事就发为文经。底下听经应声呢、啊，简身成根，根言目为清净四大，就是参胜一根。一名而提如新检业，佛根四成，留意奔身，旁边写这个就成胡成根。好，694页倒数第三行，由通塞等两种相发于妙言中捻沾发秀，这四句发为秀经。秀经会不会写啊？哎，就是一个笔在一个臭啊，一顾也不会记起来，刚才下都要记得。嗯，秀经印香纳香成根，根言目为清净四大，成胜一根。这段这几句就是成圣一根。一名鼻涕如双垂爪，福根四成，留意奔香，这个就成福成根。你写起来一看就一目了然。695页经文，由田辩等两种相参以妙言中捻沾发长，这四句发为长经，发为长经。底下长经应位脚位成根，根言目为清净四大，这一段成胜一根，成胜一根。一名舌体如出眼液，浮根四成，留意奔位，这个就成为浮成根。这样看有什么好处呢？一目了然，非常清楚哪一段在讲什么。696页，由离合等两种相谋以妙言中捻沾发觉，这段发为结晶，发为结晶。结晶应处传处成根，根言目为清净四大，就是成胜一根。一名身体如腰鼓掌，福根四成，留意奔处，这个这一段成福成根。所以发为结晶，发为成胜一根，成福成根，但文法这是固定的。697，有生灭等两种相续于妙缘中捻沾发知，这一段发为知经。知经应法难法成根，根言目为清净四大，成胜一根。一名意思如优势见，福根四成，留意奔法，这一句成福成根。所以都是一样，文法一样，可是你画起来一看，哇，以后你自己看经典看到这一段一目了然，完全哦，这句发为见经，再来讲胜一根，再来是浮成根，再来发为文经，胜一根浮成根，
见秀经，再来就剩一根浮尘根，后来长经就剩一根浮尘根啊，那么再来就结经剩一根浮尘根，再来就知经就剩一根浮尘根。所以刚看起来好吃力哦，现在这样一解释就知道了，都是八法所构成的。好，那后面呢，这几句啊，耽搁大家两三分钟。阿难，如是六根有彼觉明，有明明觉，是彼精了念妄发光。说阿难，如是六根有彼性觉的妙明，有明就是彼一加一个明，就是头上安陀了，本名没有用，变成妄名。有明明觉啊，所以在这里、啊、要加个字，有明明觉。明觉的底下两个字，明的上面加一个妄，妄明，这觉的上面，上面又加一个妄，妄明妄觉，加两个妄，对吧？妄明妄觉，此即明觉就是性觉必明了，本性本来就妙明没有了，头上安头加一个明，这有明，那就必一加明，一念妄动了。再解释一下，阿难，如是六根呢、啊，有彼觉明，就是有彼性觉的妙明。可是你硬要加一个明，有明必须加一个明，就一念妄动，变成妄明妄觉，此即就是性觉必明了、啊。使彼精了念妄发光，翻过来啊，剩下一点点啊，把它念完。此总结根结。有妄，哎，是因为虚妄。人是指六根中性，阿难，如是六根之性本来是真，有彼觉明，就是性觉必明啊，头上安陀啊，哎，那么真觉是不可以头上安陀的。那性觉妙明乃是真觉真明，现在不一样了，有明明觉，上面一个明字就是最初一念，与性觉必一加明，因此一念妄动转妙明而成无明，所以就不能计较安的对了、哎、放任了自然了 啊体悟诸法本空，让它很自然的随着这个缘起不着，我们就入道、哎、只是缘起，没有东西可以找，它只是缘起，生命只是一个过程，万象只是缘起，万象只是过程，万象只是假象，万象总是生灭，没有东西可以执着，这样就契入如来的真如本性，转性觉而为妄觉。明觉两个字就是妄明妄觉，这两个句此二句就是性觉必明，妄为明觉，从真起妄，妄其真隐，妄心一起来，真心就隐，故因是彼以真经啊了明之性啊，成此妄明不得称为妙经明，也就是第八识见分了、啊。第八识见分就是带有少分妄的啊，这个真心呢 啊带有少妄少分妄的真心，这个就是见经啊，也就是真心呢带有少分妄啊，就是见经啊，也第八识的见分，体虽本真呢、啊、用中常妄，前面如来十番显见呢，但显其真，二妄重婆二妄，那么就是同分妄见，别也妄见了、啊。哎、嗯，二妄就是你在楞严经讲就是自相、共相，在楞严经讲是同分妄见，别也妄见了、啊。在楞严经不是这样讲，楞严经讲叫做自相，还有共相。哎，同分妄见就是众生共业所感的世间，山河大地、日夜星辰、花草树木、鸟兽虫蚁。哎，别也妄见是个人看出去的，有种种的不一样的。也就是别也妄见了，这二妄啊，重婆即破其妄，念妄发光者，前面念沾发见者，发见等是妄成念沾湛然真性，而发见等六经，此是真性念妄成而发见分之光，言是一经明，复因染成结根。六根基尘分一经而为见等六用，见等六用即分成六合合，此年妄成为二字啊，此年妄二字成为啊，为成根之本。好，再复习一下
啊，再复习一下，你放下来看这里，这个是最后一分钟，这里是真如本性啊，因为明暗性觉蔽明，一念妄动变成一精明，一精明，一精明变成六精，见精啊，见闻长秀等等六精，这六精六精明再染四大，四大就变成净色根、圣意根还有浮尘根，这圣意根跟浮尘根就往外一直攀岩，所以由内妄心往外，外面的妄境又熏习，所以没有人会解脱。无量劫来带来的起来的，它就是妄，就是妄啊！本性被迷了，妄动，所以从内出来的通通是妄，从妄攀岩在外层，希望的外层又感染染污了里面，所以变成是出来是妄，回去还是妄，所以我们这个心从来没有清净过，从来没有，从出生他就是叫你执着，这个是杯子，有的小朋友跟他讲这个是杯子，这个不是碗，哎，小朋友开始记这名相，他会分辨了，按照这样大人这样讲就对了，可是学佛他就大了就不一样，碗没有一定的碗相，杯子也没有杯子一定的相，慢慢的哎，就突破，哦，原来我们以前所执着的都是相，都是观念，所以我们一直没办法解脱。为什么讲离一切相即名诸佛，离一切见叫做诸佛啊，离一切语言，离一切名相，为什么叫一招要的离，其实就是叫你真如自性是这样子啊，真如自性是这样盖着一层无明，就这样子的啊，真如自性是这样子的，清净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主观跟客观同时存在的，我如果把书本遮起来，这个手上的影子叫做主观意识，它是见分，八识的见分，它是同时存在的，客观环境拿掉，见分相分，哎，恢复到自体分，啊，所以你一着相，主观客观一直存在，真如自性没有减少，它一直存在吗？对不对？可是你证果了，主观二观啊，主客二观离一切相，离一切相，离相分，当然就没有见分嘛，哎，拥有见分，执着的见分，当然就一定有相分，有相分一定有见分，这个就是这样子。所以啊，修行下手处就是离相，修行下手处就是离见，知见的见，头上安头，就是你拥有的观念不要被你的观念卡住，我们今天的自心起自心，非幻成幻法就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相起这个观念，同时执着这个观念是正确的，椅子就不是桌子，桌子就不是椅子，你就不是我，我就不是你，所有的相都是那么的强烈的对立，可是融相为性的时候，哦，相相本空，对不对？开悟的人，你就是我啊，啊，我就是你啊，你内心的你那个四大跟我这个四大是一模一样的，你这个灵性跟我的灵性是一样，同体大悲心就出来了。开悟的人，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不开悟的人，你是你，啊！不开悟的人，你是你啊！我就是我，我们老死不相干。悟跟不悟会，那个日子就完全不一样啊！你想要过天下太平的日子，就一定要悟入如来的正见。所以开悟就是过天下太平的正见。哎，没事，就是佛。对不起啊，因为刚好这一段落耽搁了十分，下个星期啊，我们呢要星期六要上课，星期天是八关斋戒。
啊，诸位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消灾，在座诸位法师、诸位护法、居士大德，回向本讲堂消灾点灯以及亡灵牌位拔度者，回向文殊讲堂南投养德禅寺分院啊，南投分院养德禅寺啊，那这个宝塔里面的一切亡灵，回向文殊讲堂分院花莲佛行寺啊，那古塔一切亡灵，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下课。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十化为百，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高雄文殊讲堂。